着杨敏仪台北报道，国家人权博物馆即日起举行2018言论自由日晋升的日常特展，以节言17人民日常为主轴，从查禁的歌曲书籍到党国体制下教育和文化政策的全面洗脑，透过影音动画和互动装置，让参观者了解无法享有完整言论自由的社会氛围，及解严蹂躏如何迄今仍影响台湾各个世代。特展开幕邀请东吴大学贤乐寺重奏演出当年的劲歌烧肉粽、望春风、四季红。随后致辞的文化部次长丁小金表示，大家听到这些美妙的音乐，可能难以想象过去台湾人民因创作或言行被关进监狱的年代，现在我们享有的言论自由是许多政治受难前辈及社会运动者的牺牲与努力所促成。行政院前年12月宣布将每年4月7日定为言论自由日，人权馆去年开始每年规划活动，追思纪念1989年4月7日自焚殉道的郑南榕和他捍卫的100%言论自由。丁小金说，当年郑南榕在天秤两端，一端放上言论自由，另一端放上自己的生命，但是在今天的台湾，天秤两端一边若是言论自由，另一边有人可能放上的是人民币。他感叹，即使台湾好不容易享有言论自由和民主人权，仍面临前所未有间接升级版的威权政权。他可以透过很多方式审查台湾人的一言一行，并施以压力。我们面临这波挑战，是不同世代的人要一起面对。2018言论自由日晋升的日常即日起展至12月16日，地点在白色恐怖景美纪念园区，期间将举行二场教育推广活动，首场为纪录片定控制放映和导演李慧仁的映后座谈。2018言论自由日特展开幕，晋书堂书家石文杰、左起人权馆馆长陈俊宏、文化部次长丁小金、郑南榕基金会董事曹新荣、白孔受难者郭振纯共同断开前置言论自由的锁链。文化部提供言论自由的未竟之夜，介绍多个解严后言论自由仍是外部与内在力量侵害的案例。记者杨明仪社2018言论自由日特展展陈设置多种互动装置，帮助参观者理解威权统治人民的生活。记者杨明仪社解严时期爱国教育深入各级学校与报刊读物。记者杨明仪社两位常辈在不能听见的声音展区讨论过网遭禁的唱片和被禁原因。记者杨明仪社。